今日请坐，大家同心，大家高赞，大家平安。实在真欢喜吼，每一届来甲大家分享到这个课程，我相信咱拢真侪古早毋捌去思考过，毋捌去认为讲伫咱台湾到底有发生过虾米代志。今仔日这个心灵教育的计划，当然毋是干呐要单独讲到这个计划条例吼。因为我本身是读都市计划学系吼，迄个条例是足侪讲袂了。也毋过每一届，当阮咧做计划报告的时阵，看到台中市，看到真侪台湾的城市内底，每一届去甲观察，拢会发现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奇怪，根据都市计划法，这条路不应该爱弯安尼过去。伫台中冒这种情形，伫台中市内底，最近我咧找这路的时阵，伊甲我讲205号，所以我对900几号开始一直找，找到得要到啊300几号，熊熊。落一个怎剩30几号？我感觉足奇怪，讲安奈30号啊，甲这个200几号这个之间是走对倒去？伫遐呢，踅过来，佫踅过，踅过来，佫踅过。问当地人，伊嘛讲，我嘛唔知影。这种的门牌的便利，拢是予咱真济无拄好。所以伫遮，咱要去思考一件代志。让我感觉讲有真多对着台湾这块岛屿的一个痛，一个心内感觉真艰苦，就是讲是安怎好好的物件，咱要甲变互歹去？是安怎本来这是真好、真水的美丽宝岛，也毋过经过流氓政府来咱这个所在，甲咱规划安尼歪歌词出来时阵，咱要安怎？咱只有点点接受。前几日的新闻里底，咱拢有发现一个真特别的告诉案，就是伫一个家族，伊的兄弟，因为因老爸的过身，也是伊的四大人过身去，所以伊转较紧去甲伊老爸，也是伊的四大人的迄个骨骸，趁半暝时阵转去甲头扭起来，转较紧甲撞伫什么所在？总理讲：“哎，这对我总理对我上有利。”结果，伊个阿兄、伊个兄弟看一个唔甘愿，讲去告法院，讲伊偷千官八百的骨骸。等告法官法院，咱看到这个新闻，咱相信这个家族内底，伊个心灵是非常的丧凶，非常的善恰。因为伊无愿意将家己的福气分予伊个兄弟，感觉讲啊，爸爸待伫这个所在，只用阮兜就好啊，其他拢卖插伊，所以无管伊。小祥伫咱台湾，敢无这种代志发生？有。是安怎？我一届对台中市安尼斗斗甲看，讲请教足济人，讲哎、欸、奇怪，这是安怎？也无。天然的障碍，也无山坪，也无湖泊，是安那要甲坐过去？两种原因，第一种原因就是，迄那是代表的厝闪过，啊无就是地理风水去甲改变。而且我甲大家证明一件代志，咱会当看到美国的白宫，伊是全世界权力的中心。请问伊敢有看风水？无，伊相信科学都市计划法，伊相信都市计划，伊感觉讲我安尼建设落去，对我美国上界有利益，而且这个利益是全美国拢会当得到。伊相信这个物件，
啊，毋过伫咱个人的厝内底，你若是安尼甲看过来、看过来，一直看、一直看，所以伫台湾心内的宋乡内底，永远、永远拢袂得到巴掌，这是足凄惨的代志。刷来，咱会记哩讲，咱真侪。囡仔的时阵，拢捌写过我的志愿，吼、哦，这个志愿拢真爱写。老师伫考试内底嘛，叫你讲哦，写我的志愿。我曾经嘛捌写过，但是我每一届写甲我一写着讲，我长大以后，我要做一个塞拖拉机的司机，啊，要来西归台湾，哦，那做工课，那佚佗。啊！咧，甲台湾，因为阮兜就是阮爸爸咧开拖拉机吼，阮兜咧开货运行，所以我感觉讲，哦，使这个工作真好。每一届伊若载我出去，哦，安尼用台湾，啥物台北，啥物高雄，啥物对台东去，会用甲台湾看了了，所以我感觉这个我的志愿我真介意。结果伫老师的作文内底批一个讲没出息，哦，我感觉若没出息，安尼啊届咱的货运行拢关关起来。这就是咱的唔对，咱伫这捆绑内底，就是或者去束缚着。而且，我爱甲大家分享讲，咱嘛捌真侪计划，也毋过伫咱的计划内底，你看到咱即马小朋友的计划拢种虾米款？每一届甲计划功课就好，我嘛捌这种情形。每一届若讲哦，我伫三年来高中生活，我伫几年诶大学生活，我要来计划第一项要做啥，第二项要做啥，每一天诶生活时间表拢甲摆出来，摆出来了后，哦来，透早六点起床，啊起床六点到七点食早顿，啊七点就去学校，啊去学校了回来就去吼补习补习创啥，也毋过。计划内底当然有一项，就是因暗顿来时阵四点放学，吼、哦、四点五点放学，后来六点是看电视的时间，免甲家己憋较闲，毛记一个观赏电视时间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发觉到一点，对透早起来，规个生活就变啊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吼、哦，透早起来时阵，六点是食早顿的时间，但是我妈妈无煮好，啊，所以就一直按到七点，啊，匆匆忙忙七点都压袂有啊，较紧来装来学校。装来学校时阵，佫当然是讲哇，已经看时间表、功课表了，讲哦，这就是四点到五点，就是爱休息吼，咪、哦、就是讲爱开始较紧写功课，啊，写了。六点看电视，但是回来的时阵就感觉哦，足忝的，无先休一下。休到五点的时阵，佫开始佫去锁一下，锁一下啊，六点啊，拢无做到，一整天的计划拢无做到。但是有独独一项做甲真焦稳，就是看电视。每一届看电视个啊，即摆六点哦，就是看电视时间啊，来这我倒啊，就甲电视开落哦，六点看到八点。每一日生活就是安尼过，伫遮出现甚物款？咱的囡仔，伊袂去考虑着讲，确实这个计划若拄着障碍时阵，你有法度改变无？无法度。怎用理由甲体过啊？就是别人也袂准备好。啊，若问讲啊，你今日这个时阵要读册，这个时间几点到几点要开始用功读册？啊，我都课本袂记哩查当来，啊，所以唔免读。啊，若讲啊，这时阵你今日要创啥创啥？啊，歹势啊！我到这个时阵都无用。咱台湾今仔日的计划内底，常常拢予这个无法度改变的事实来甲弄一个线去。咱敢知影，咱囡仔时阵，我的心中你的心中拢有一个计划。相信这学校内底拢甲咱教过，就是讲要做啥物代志，一个足要紧的哦。就是要反攻大陆啦吼！即为迄阵开始甲你讲哇，咱就爱反攻大陆，一直要反攻大陆。哦，要解救大陆同胞，迄时来讲啊，这个字吼，是啊，我足歹去讲起。这是中国对咱才甲咱骗去了后，咱变作足侪代志拢袂晓去思考。敢那想讲，我一生中间敢那一个大伟大的计划，就是要来
解救大陆同胞，哇！啊，不过经过四十年、五十年过了后，较早计划若无去，你拍算要安怎？伫我做兵的时阵，嘛拄着这种情形，因为我做兵迄个情形是，我是受迄个政战训吼，所以我看到我足侪同伴，拢讲着啥物话？咱有一个志向，就是要反共哦，要来解救大陆同胞，讲到是来打倒万恶共匪，安尼，逐工安尼喊呼口号，啊嘛一直写报告，就是要做这个计划。但是经过二十年过去啊，即马唔免烦，讲说两个煞连做伙，啊，咱个兵也毋知要对打去，即予咱真济错误。所以伫遮，我真爱甲大家讲讲，咱来看到台湾早期，心内啥人拢唔敢有一个愿望。咱用一首歌曲，你来甲欣赏，你就知讲。是怎样台湾人的心里面在这个这么欠缺这样让糟蹋拢总真无奈，我用一首歌吼来描述当初是台湾的写照吼写照，你看这首歌叫做《波破网》吼，这个《波破网》我相信真侪人拢知影吼，来咱来听这首歌，你会感触真深。波破网是1948年李林秋为歌舞剧《破网保青天》所写的主题曲，因为希望啊甲希望伫台语是共音，因此李林秋希望将这首歌来鼓励战后的台湾提出勇气向前行。
感想就讲，这个心情可能咱已经袂记得真久啊，吼！因为咱即阵已经物质活真丰富，咱嘛看到讲咱的台湾渐渐一天一天，这个物质生活吼，哪来哪好。也毋过，你毋知看到讲，伫咱这个心内底有一个梦已经破去。是安怎讲？每一届我若看到小学生囡仔，对着因讲为囡仔出世开始，你敢知影讲？伫几岁囡仔就开始送去咧学啥物心算，学一寡足侪足侪足侪，甚至你甲统计过，一个50,000人的人口城市，拢总有81间的补习班。安心班，那么补英语、补数学、补物理、补啥、补啥、补啥，拢总咧补。你有甲思考过，补这物件，对幼稚园开始安尼甲起来，伊读壳内底，虽然伊个老爸老母拢讲，哇，你看我予我囡仔真好，问题，伊心内底这个梦敢有补起来？拢无。每一届，拢总是咧看到讲。要怎跟人竞争第一名？你应该发觉注意到，对囡仔开始补习的时阵，爸爸妈妈就甲伊讲讲，咱先啊，才早就要开始学，千万不要输在起跑点。这是一个广告的物件出来了后，大家家长开始弄去，唔好输在起跑点。请问你敢要逃走？因为比赛是一个公平，但是你敢用逃走？袂使哩。那逃走这个比赛是无效。也毋过，伊无咧管他伊这有效无效，甚至作弊嘛无要紧，就是要走第一名。所以台湾囡仔心中所有诶物件，拢总是要拼第一名。这足害诶呢，这害伫倒位？这个第一名，咱毋知有去思考过无？第一名对着咱诶人类有啥物帮助无？一个班级，那一个第一名对着这个班级、这个学校有啥物帮助无？拢总无，完全就是，我若会记你看到阮古早学校吼，那第一名前半段的吼，就是讲前班，就是讲吼啊，读一较厚的头前迄几班，你知影校长伊安那讲无？成绩那伫第几名、第一名甲第几名内底，唔免打扫。唔免去扫涂骹，慢慢轮班，慢慢做值日生，慢慢创啥，呾拢唔免，干那做一样代志就好，专心读册。啊，我讲这种人会用创啥？我感觉讲，这个人呐，第一名对阮来讲无啥物利益，因为伊敢坐伫遐苦苦读册。啊，对阮，吼，你甲想哦，咱摒扫都爱摒到规波，那伊来倒扫，咱一下就做好啊。也毋过。是安怎为第一名甲第十名内底拢免扫，
一班人五十个，咱十个人的人手就无去啊！这是错误的教育，所以大家就是一直要争对打去，争对第一名。甚至你看到即卖囡仔，对幼稚园要开始进入小学时阵，伊要去读什么班？叫做资优班。这个资优班的头衔吼，刻伫咱每一个人的头壳内底，哇！这家长冲甲实在是真惨，因为。你敢有看觉到讲，这个第一名内底所竞赛的物件，竞赛东西是啥物？你从来捌思考过，就是英语要第一名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读这个四书五经要第一名，过来数学嘛要第一名，大行拢要第一名，但是这敢有路用？有一个囡仔。妈甲我讲，老师，我心算足厉害。阮爸妈吼，自我从细汉三岁就开始送去珠算班，哦，我心算足紧的。啊，心算足紧的时阵，因当伊妈妈嘛来个教伊，伊讲对对对，叫我甲出一个题目，给伊囡仔算，讲这个算出来偌济。哦，当然，我甲出一题，伊全袂晓，袂晓算。啊，这个代志。足简单诶！等我要出这个题目，我甲讲，请问根号一百是多少？伊转牙底下，然后根号一百哦，偌济？没有办法算，显然没有办法算，答案就十年嘛，好、哦，等于十的平方。但是伊爱伊讲，你别使出这种，你爱出咧，吼、哦、加加减乘除来对，安尼拢会使。但是我甲出一个根号一百，伊就袂晓。所以伊个领域就欠缺伫倒位，直接就缩去啊。所以伫遮，咱会当去了解，今仔咱要真清楚知影，伫台湾今仔日何只种种物件捆绑，咱予第一名，大家要拼冠军、摕金牌这种心态，予咱台湾囡仔怎啊浪费规堆当中无咧叮当，因个思想内底干若要拼第一，其他伊无爱去帮衬别人。其他伊嘛无爱甲人别人互相相听，所以这个囡仔伊拄开始伊嘛真侪计划时阵，伫伊个心内底伊个计划讲，我要为国小摕第一名，国中摕第一名，大学嘛要摕第一名，过来博士研究所拢总摕第一名时阵，但是毕业了后，伊要做工课时阵是上尾个名。因为伊无得确认，伊认为讲我伫学校当拢第一，所以恁当拢听我的。所以你会看到足济人，我感觉伊种思想嘛足奇怪。伊第一的内底，敢讲伊就是当拢真牛？唔是，我捌一届甲伊讲讲，哎呀，你第一名当拢第一，真牛。也毋过，因常常咧上班的，因为阮是咧做这个建筑设计。当伊要咧读册时阵，拢定甲我讲讲，哎呦，你看你都爱阁读较悬诶，你这安尼敢若吼毕业就出来做工课。但是当伊毕业了后，伊读到博士毕业了后，当伊去做工课时阵，定定阮咧做伙，伊就甲我讲，哦，阮迄老板哦有够害诶，读壳砸头啦。一直批评伊个老板安怎？我甲问一句讲，请问，恁老板，你个老板是爱摕着伊个计划、伊个财产来甲你拼一届？你若做唔到，上加一个月薪水无通领，兼过你个头家吼，伊这若拼一届唔对去吼，规个块拢气了了。你甲想安尼爱听啥物人个？当然是头家爱承担的，啊，你拢无要紧。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，伊无去体谅着讲是安怎别人要安尼做，这就是第一名的悲哀。所以看到一个囡仔，咱若看到咧坐车，伊嘛要装第一，人嘛要装第一的时阵，伊无想讲，大家若拢总来排队照顺序，是咪拢会真好？也毋过伫咱。台湾你往政府的教育内底，这就是真惨。伊甲你教育讲，咱爱，
哦，中华文化，中华文化，咱就是中华民族。中华民族是对开始算，伊讲五千年，我讲吼，那伫清朝进前，伊无咧讲伊是中华民族，吼、哦，无咧讲即句话哦。伊无讲哦，五千年来拢总是中华民族，伊无安尼讲。但是伊若讲伫几年来，伫明朝，伊敢讲叫做中华民族，毋是。但是伊即足够，伊怎甲你框起来，拢总甲你讲，咱家是拢中华民族，包括迄边甲咱这边，拢总是中华民族，袂当分散。也毋过你敢知道英国迄个中国人来甲咱家，伊是安那来讲安尼？伊拍牌着你的计划。伊甲你个心内所有愿望拢总甲你弄互破了后，伊甲你讲一项，这就是咱中华民族的这个头壳，互咱无法度去思考。因为你若安尼讲起来，你敢知日耳曼民族是对倒位甲倒位？日耳曼民族是倒一个国家？那日耳曼民族伊有可能是德国，有可能是奥地利，有可能是波兰。啊，你讲一个民族敢遐重要？我感觉是一个国家认同较要紧，甚至伫这个真大诶教育内底，你若听到中国教育，哇，你若看伊诶教育，你会真惊人。因捌一个三岁囡仔，小三岁、四岁，一个记者甲问讲：“请问小弟弟，你以后未来的希望是什么？”伊甲你讲：“我要希望要做啥？”伊讲：“我希望成为贪官。”哦，因为贪官什么都有，真好。即句话你甲看讲，伊若报出来了后，咱台湾若有即种教育伫内底，你想敢无人？其实咱是无安尼讲，啊，毋过咱的心内大拢安尼做。大家拢讲，你就是爱去拼伫即个公务机关内底。但是我入去公务机关看看，感觉讲伊迄种生活真正是甲狗共款。当然我袂使讲全部拢总是安尼，我相信有个人伫公家机关内底，伊嘛是真优秀，想要做好真济代志，但是伫伊掌权者上悬迄个，伊拢总无法度去计划，伊感觉讲，你著来遮东混西混，著一帆风顺，安尼著好啊，其他莫甲做遐济。所以提出了咱台湾整个真济代志拢总错误去，拢总乱去，甚至你甲看到石油的起价，亚速的一直起起哩，这拢是民生的问题，咱敢讲无去甲关心。有个人你甲讲哇，即马这个民生的问题嘛，已经物资拢一直上涨起哩。我有史以来吼，看过汽油上盖侪钱的是当时，就是即届三十几块，将近要三十五、三十六。你敢知我会记哩？伫差不多十年前，我摕到一张发票，迄时阵汽油一公升是十八块。伫十八块的时阵，大家讲哦，民不聊生啊！真济支那人迄种立委，伊讲哇，这都是已经你看一个政府安尼乱糟糟，十八块已经无法度生存啊！也毋过今仔是三十五块。请问遐人有出来话一句无？拢无。这就是咱看到这个代志了后，今仔日咱的愿望要放伫倒位。我相信恁大家来参加这个民政府的授训，就是讲咱这个国家，咱要家己来管理。伫这个管理内底，咱爱发现一件代志。当你的计划内底若无真理，我想这个计划是空空的。当这个计划，你终身的计划内底，比如讲你的生涯规划内底也好，还是你的要立志规划内底，若无真理，我相信拢总是归空，无一项有效。亲像中国人，伊做袂到，用啥物款甲你骗？用神话。啊，毋过嘛，真正足奇怪呢。有个人嘛认同，哦，认同神话。伫咱人民政府内底所讲到，拢总咧讲到法律的地位问题。但我嘛甲伊讲讲，钓鱼台是虾米人诶？真侪人拢讲中国诶，啊，无就讲咱诶。
好啦，咱的是丢一半，因个拢讲是中国的，我讲是安怎？啊，台湾什么人的？伊讲嘛中国的，伊甲你讲自古以来哦，注意听吼、哦，自古以来，中国都已经甲台湾连做伙啊。那么问到落尾，我甲伊讲袂落时阵，我甲问一个问题，我讲，请问啊，那月球什么人的？伊讲，迄大家，讲是安怎讲？讲唔是中国的。伊讲奇怪，无啦，中国哪有迄个月球？啊，摕也袂着。伊讲唔是嫦娥吼，奔月迄时阵，哇，伊第一个去到月球就是嫦娥啦，啊，甲伊只兔啊啦，啊，所以月球是中国的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全世界、全地球都拢总中国的咯，因为国家古早盘古开天。哇，迄条拢已经中国个啊！咱敢会使用这个神话来代替这个真理，袂使哩。所以伫遮，咱会当看到这个美国独立战争，这个林肯总统，伊每一届咧为着黑人咧偷放黑人个时阵，你敢知伊每一届心内个计划就是讲，我要解放这个黑奴，因为这若努力一直过落去，全美国一定会倒去。全美国会败坏，因为有钱人一直买奴隶，一直买，拢来做奴才。甚至那奴才黑人，你敢知一个黑人一年吃偌济钱？伊讲$52，比一只狗较不如。我讲我饲阮搭小白兔，就超过$100去啊！一年哦、喔，就超过$100。结果伊一个黑人奴隶，安尼甲买咧，怎变作一年才吃$52？迄些是作弊的，也毋过林肯总统伊个心内个计划是讲，我要把打破这个奴隶制度。我相信这个计划有真理在内底。所以伫当伊南北战争，每一个人拢开始祈祷，有南边甲北边个牧师团，有个人讲甲林肯总统讲，总统，我看咱来祈祷。求这个神徛伫咱这边，帮助咱。当林肯总统甲这个回答讲，唔是，是咱爱徛伫神那边，徛伫真理。所以当这个打赢时阵，你敢知讲林肯总统，伊为着要解放这个黑人，让伊得到自由，伊四处去演讲。伊常常甲问一个问题，讲：假使你若有一个黑人的奴隶，你去买一个黑人奴隶，伊定来去市啊看，看到这个黑人咧买的时阵，拢变作啥物？变作讲来$10，$10、$11、$12、$13、$13、$13、$14。结果一个人怎甲讲？$100要甲买断，$100要买断的时阵，你敢知这个黑奴？诶，犯哈，就是讲咧卖黑人的这个咧哈，人口犯哈，甲伊讲啊，来，哇，今仔日你出了相关的介绍，甲我买这个黑人，我甲你教，要安那让这个黑人听你的话，请问要安那让黑人听你的话？伊甲教足济方法，伊甲讲，你甲黑人掠当的时阵，甲过三天卖好食饭。第四天才开始要食一撮一直食，安尼伊也改着听你的话。咱听到这句话时阵，咱台湾人就参像安尼啊。台湾人当中华民国这个流氓就来甲咱这时阵，伊用这个方式甲咱讲，你就只要甲讲落，性命甲抬落，伊就听你的啊。果然无唔对，拢听伊的。也毋过，当我伫几年前看到林肯总统咧解放黑奴的时阵，伊讲到这，我心内感觉一个真大的感触，就是讲是安怎因的总统会当安尼想。林肯总统甲迄黑人讲，若要让这个黑人会当听话，真简单。当伊用$100甲买来的时阵，伊甲迄个黑人讲：“你自由啦。”你会使死过去？你想这个黑人会走未？未走，伊会替你做工课未？这就是咱今仔要上课的重点，就是伫遮，你自由啊！
因为林肯总统伊个心内内底真侪真理，伊徛伫真理个内底，看到讲我予你自由，这个黑人敢着去做奴隶？唔免，也毋过伊开始为着我原底一奴一奴隶个身份，我愿意为着这个效忠来尽职。咱回头倒来看咱个台湾。吉纳人伊袂晓这个原理，吉纳人敢那一直讲，来你就去拼第一，其他人就服你，敢是安尼？唔是，咱唔是竞争咧，互别人会当跟咱相当者好好，唔是，嘛唔是讲咱冲第第一名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得到真济真济帮助，无影。即句你自由啊，带了，互你真济朋友的相当伴。所以伫这个战后内底，用这首《波炮》让予咱看到，咱的梦唔那破去，甚至连梦都无去啊！这个无梦吼，伊句几句内底写到讲真济，予咱真忧心的代志，就是虾米？就是讲想要补无半项，咱常常就是面临着这种困境。所以伫遮。咱来当体会到美国总统林肯咧讨访黑人的时阵，伊是用啥物心情？伊讲一句“你自由”，我相信你会得到真济朋友伴。伊无介做奴隶头家关系，也毋过咱台湾却是所想的办法内底，不管种种足济办法。你甲看到咱台湾不管咧做啥代志，拢总是咧防卫，拢总是咧甲对敌，拢咧对立。是安怎讲？我简单讲一个话，你就知影。每一届我若看人咧做啥物代志，做到两家亲情咧开始要做伙时阵，哇！自古早吼，拢较早拢感觉讲，哦这。男女青年吼，开始两个人做伙时阵，拢感觉足甜蜜吼。哇，你甲我，我甲你，安尼大家真好。也毋过，达到要开始结婚迄一天，干那咧讨论了，咱拢会知影冲突就足济啊。一个就开始讲，我爱你安怎安怎安怎，我的家庭要求你就爱安怎安怎。所以每一届，我若看到两方的家庭开始咧讨论这个代志，我拢甲因讲：哇，恁敢袂当讲，咱大人拢干涉，拢总就好，唔是？当女方就要求讲，你都爱嫁偌济聘金，甲偌济嫁妆，啊，男方就爱全准备偌济，两者两个冲突，我感觉讲这唔是咧嫁娶，这叫做娶新娘嫁亲情，娶新娘嫁亲情。拢是安尼同款，我嘛一直咧思考讲，是安怎那袂当两方和少年人去好好讲起讲，恁爱家己建立你家己的家庭，啊，介阮则是家己祝福而已，啊，甚至你有困难，阮会家己斗三工。伫台湾的教育内底，无咧教育斗三工这个代志。伫台湾的教育，每一届对补习班我甲看过，对幼稚园开始甲这个。安亲班内底全部拢总无咧教育一项叫做互相帮忙。每一届看大概那咧等囡仔要载回去了，我大概那看过迄，所以我囡仔无爱去个读安亲班就是安尼，因为你去个载，大家就是讲奇怪，有个人那较早就出来，有个人佫慢慢伫遐，老师拢讲哇，即爱特别加强，特别教，啊，那会晓的人写写就紧转去。跟当个囡仔都非常欢喜，感觉讲我今仔第一名真好。也毋过，这个老师伊教育安尼干着，伊排队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对排名出的时阵，我相信这老师的心嘛足忝的。伊那无爱甲讲，当你袂晓的人爱向会晓的人请教，当你会晓的人爱向袂晓的人爱甲教。台湾的教育。忽略一点就是，当你讲加讲的时阵，并无损失，因拢无体会到。
伫遮用真短时间，我予大家看到一个讲，伫咱台湾，确实五十年前闹这个情形，咱今仔日的状况拢改变。伫咱台湾内底，确实闹这种人出现，我相信今仔台湾不得了，因为伫德国、波兰迄个所在。捌发生过一件代志，当伊用伊的财产开始买伊犹太人的时阵，你敢知？迄阵希特勒一直要抬这个犹太人，一直抬，一直抬，一直抬。但是有一个嘛是徛伫日耳曼希特勒这边的，伊感觉讲哇，我看到这希特勒抬伊抬人实在是足害的，伊愿意将伊的财产甲卖掉，甲买一个回来，甲讲无你这个人买我，我钱给你。第二个，佫甲卖掉，佫甲卖倒来，甚至伊佮讲，我全部囡仔拢要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买到全破产的时阵，希特勒战败，伊还佫咧组织甚物代志？等我等下，咱来看到这个影片，这个希特勒，伊感觉咧组织伊家己讲，我若卖遐牛开，我若用甲我的财产佫一直甲卖掉，我会当救较济人。我若即只车卖爱，我会使加救两个。我的胸章是纯金做的，我的手指嘛金啊做的，来当甲卖掉，凡事会使加救几个，救几个，救几个。等于讲，迄是两个人的性命呢。伊伫遐组织大哭，我相信台湾找无即种的。毋忙伫咱民政府，也该有即种人会当出现。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这才是富足。你看这段影片，你就会当了解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段辛德勒名单这个影片。